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ountain Yam。 最近因为都在家啦，大家都是隔离，少出街，冇得去做运动，但是又想伸展一下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出去跑步。我住在何文田这里都住了成两年的时间啦，身边的环境其实都不是很熟悉的。今天藉着跑步顺便去下不同的地方，看看究竟自己的居住环境附近有些什么。平时同大家讲唔少时装嘅 topic， 今日我就嚟一个放假出去跑步。相信疫情期间咧，好多人都系咁冇得去做 gym， 咁啊，但系平时咧，原来跑步咧都可以令到你放松你嘅身心，同埋咧可以睇到周遭嘅生活环境嘅变化，同埋有啲乜嘢特色。今日同我一齐去跑步啦！离开屋苑出到嚟咧，呢个就系我住嘅屋苑啦。唔知搵唔搵到我喺边咧？我喺。呢個窿附近啦，係啦，呢度係我屋企。出到嚟咧，我屋企個環境係好多學校林立，左手邊咧會見到呢個嘅陳瑞琪喇沙小學。出到嚟我就轉右先，轉右咧呢個叫做常勝街啦。我住嘅屋苑係常勝街28號。咁出到嚟就好多屋啦。呢個鐘數咧，而家係4:00幾嘅鐘數。就有時都會有人跑下步，見到呢個香港耀能協會，呢個就係半山一號，都係屬於何文田一個比較大嘅屋苑。跑步嘅好處咧，就係可以聽下音樂，同埋唔使諗咁多嘢。哇！真係好多學校嚟到，呢條就係天光道，呢個新亞中學，隔離都有啲出名嘅小學，寶良谷林文燦英文小學，呢個獅子山喺前面，獅子山 ，hello 獅子，好遠，呢度有多個九龍閩南中華基督教會。我發現何文田區都好多教會教堂，唔知道觀眾你平時做開咩運動呢？不妨留言區度留言分享一下。右手邊咧見到一條小路，好似係一個球場，過去睇下先。係喎，幾靚個球場，不過政府設施已經閂咗門啦。呢條路平時揸車又多啦。不知道大家咧有冇習慣跑步的時候，可以看下你周遭屋企啲鄰居同埋啲道路。有時揸開車咧，我唔係好記得啲路名，跟住要靠個 Google Map。如果住低層單位都幾慘，因為啲窗見到曬啲車，啲車又可以見到曬佢哋喺屋企裏邊做乜嘢，私隱度好似比較低。側邊有個醫院管理局大樓。閂咗門，哦，原來有個西區警署。前面呢條路就轉翻左入去，我叫嘉寧道。哇！跟住前面見到何文田官立中學，同埋有棟私人樓宇，幾靚。啲狗仔喺度放狗，我好似行多過跑，一太耐冇跑步啦，攰攰。我記得早兩個月呢個學校喺度維修，出面咧一次過油曬啲白色嘅油，跟住就爆疫情，跟住佢哋都好似未油曬，因為咧學校個 logo 咧就係白色嘅，通眼通幾濕透。呢個鐘數出嚟拍都唔錯，又唔係好熱。呢條就係我好中意嘅條斜路，跟住側邊有啲私人屋苑。呢個叫做巴富街運動場。疫情之前咧，我都會嚟呢度跑圈。啲人話咧，通常咧跑步最少唔知半個鐘定40分鐘咧，先開始生效 burn fat。咁啊，疫情期間咧，相信好多人咧喺屋企都唔覺意個肚腩就肥咗。
我都系。咁所以趁住呢个时候咧，出嚟跑个步，减下肥，同埋睇睇自己嘅生活环境。有冇留意啊？好多时候人生嘅选择咧，都系有 A 同埋 B， 左定系右。头先同大家咧一齐跑咗一个左边 A 线，原来咧去到前面嘅路口有个 B 嘅选择。听朋友讲，原来我个屋苑嘅后山有个新奇嘅领域，而家一起去发掘一下先。就是这条路的尽头，现在向右边跑 B， 向上山跑，一起去找一下探一下路先。前面有一个叫做冠荣阁，应该是一个居屋，这个居屋位置超好，因为它应该是望到港岛那边的海景。不觉不觉已经跑上山，我在后面斜路，这个是常乐街花园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无啦有条路在这里。看看，哇，这个就是个草皮，挺靓。前面有条超窄的小路，试一下行上去先，头都晕了，上来。企定定先，啊，好惊啊！后面的景观是靓的，前面呢就头先嗰条路，侧边是斜坡嚟啦。上到嚟真的有惊喜喎，原来好多人在度做运动，有半山的球场。这个条原路，原来我跑了上来何文田高地海水配水库。 OK， 前面有条路了，相信是落山的路，从离开家去到出去一个 standard 的 A 路去跑步，再去到一个 B 路去探索，竟然踩了上来何文田这个配水库，跟住又见到很多险象万生的楼梯级，估不到人生就是这样的了。趁着这个的居家的时间多了，希望大家都尝试去探索一下身边的事物环境，可能你会有一个全新的看法和体验。当然最重要是要安全。希望大家喜欢我今集的分享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记住按个 like 和 share 给你的朋友看。最重要的这个时候就是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Mountain Yam， 跟住按个钟仔，下次有片你要即时收看到。拜拜。哦，原来不用那么崎岖的。刚才下面呢个教堂仔旁边有一条小路，就可以行上去呢个配水库，我仲兜咗个大圈添。所以话，如果咧一早咧做到 research， 揾咗条路嘅话咧，可以节省好多时间。唔紧要啦，我今日系第一次去探索。咁啊，如果大家有冇时候做事情，计划下先去做，应该会好好多。我过终点啦，拜拜。